Shalom. 平安。Simple shepherd boy. 一个好简单嘅牧羊嘅小子，佢系被神所拣选，成为一个喺地上作为佢管治嘅一个嘅例子。大卫，佢嘅心带住一样好宝一啲嘅宝贵嘅嘢，佢咁样嘅表达。在詩篇27:4，有一件事我尋求耶和華，我仍要尋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瞻仰祂的榮美，在祂的殿裡求問。我這樣禱告，亦都宣告在這個時刻，聖靈會恩膏全球的基督耶穌基督的身體，這個恩膏就是好像大衛的心裡面的恩膏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会领受这个的更多在我们里面是被燃烧，是我们会跟主说好，是啊主，我们渴求你，是啊主，我们想跟你有更亲密的关系，我们想更多的跟你连结，我们瞻仰你的荣美，让我们去我们很想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去求问你，去得到去知道你的角度是怎样看。 Amen。